最丑的八只召唤兽，第一名真心看不下去。梦幻西游开服至今已有20年，截止目前为止，已经推出包括神兽在内的召唤兽高达200多种。倘若作为一名新玩家的话，要完全了解这些召唤兽，估计都得耗费很长一段时间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这些召唤兽中最丑的八只。第八名，强盗。该 NPC 出场率极高，但其模型设计却让人无。交流，感谢观看、点赞、转发。